台北三幺目前在。信号不清，请重复。因为现场的道路狭小崎岖，车辆不容易靠近啊。我们人力以背负试水袋以及导火把，那也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开辟防火巷，去将那个火势去做扑灭。那最后成功大概是在五个小时左右不到的时间，就是将火势完全熄灭。目前在。信号不清，请重复。因为现场的道路狭小崎岖，车辆不容易靠近啊。我们人力以背负试水袋以及导火把，那也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开辟防火巷，去将那个火势去做扑灭。那最后成功大概是在五个小时左右不到的时间，就是将火势完全熄灭。